咱要拥有真正的快乐，就需要有平静的心。内心的平静，敢若会当对有悲心的态度来升起。我相信持续的训练会当让咱的心成长，正面的态度、念头和观点拢会当被强化，而负面的部分都会当减少。心会当讲是正面的心念加感觉，会当产生希望、勇气、决心、加内在的力量等等，生命中不可欠缺的物件。在佛教的传统中，慈和悲被视为一体两面。悲心是希望众生免于痛苦的心愿，慈爱则是希望众生得到快乐。慈悲乃是一种用包容咱平常所未当忍的巧妙方法，是一种会当和蔼温柔地对待一切咱所无佮意的迄种能力。咱的心是真奇怪的，有时阵非常顽固，非常排斥改变。不过，透过不断的禅修努力，甲如理思维的锻炼，咱的心有时阁会当相当诚实，甲有弹性。要改变心境前，咱必须爱了解，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就都会遇到问题，遇到阻碍咱达成目标的事情。
时常想到，并不是只有咱在受苦，而是每一个人都会受苦。这种务实的观点会强化咱克服问题的决心和能力。想到别人的痛苦，对因感觉到悲悯，咱自己的苦就变得可以处理啊。确实，就有这种态度，每一个新的障碍，拢会当视为另外一个提升自己、深化悲心的宝贵机会。咱会当对他人的苦难培养出真正的同理心，以及想要帮助因去除痛苦的决心。结果，咱自己的病情和内在的力量也会因此来增强。咱要安怎来养成悲心呢？如果敢若相信悲心真重要，伊有偌美好是无够的，咱爱落功夫去培养伊。咱爱运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事物来转化咱的心念甲行为。咱爱清楚了解所谓的悲心是什么意思。真多悲悯的情感混杂了欲望和执着，譬如说父母对子女的爱，通常和因自身情感上的需求有真强的关联，所以这就不是完全的悲心。亲密朋友的关怀，咱通常也会称为悲心的表现，但这常常也是一种执着。即使是伫个婚姻内面，夫妻间的爱，相较于真正的阻碍，更是依赖执着。
要有耐心甲时间，咱就会当有能力培养出朴实的悲心。婚姻敢若会当维持短暂的时间，是因为欠缺悲心。这类婚姻是由心理导下，以期望而来的情感执着所产生的。一旦心理的导下改变了，执着嘛就会对你消失。咱的欲望会当强烈到，无论心上的人有真侪的过失，也是显得完美无瑕。而且咱也阁会因为执着来夸大了微不足道的正面特质。发生这种情况的时，表示咱的爱的动机是出于个人的需求，临时对他人的真心关怀。真正悲心不是情绪上的反应，而是基于理性的坚定付出。因为这种坚固的基础，对他人真正有悲心的态度，就算别人负面相向，也不会因此来改变。